早晨啊，8点今日瞓都可以，因为今日阿小帮手去牙科保健，上昼请假，一阵送佢去牙科保健，之后就送埋佢翻学，之后我先翻教会，今日迟啲翻教会，一阵再讲。小帮手食咗碎蛋沙律三文治，同埋饮咗杯奶，我应该饮杯 super drink 就算啦，一阵讲起身啦。攰啊，仲想瞓。早晨，早晨先，早晨 audience， 早晨 uncle auntie 小朋友啊嘛。早晨。依家小帮手喺边啊？我唔知。唔知道咩？食啦。我饮 super drink 就系我嘅早餐，你食咗咩早餐？我唔记得。吓，咁熄咗机先啦。个包。点解 weekday 都有机用嘅？个包。碎蛋沙律包包啊嘛，碎蛋沙律三文治。之後喝了一杯鐵枝奶，就是他的早餐，我的早餐就是 super drink。 好，我是出門口整牙齒了。 OK， 整牙齒之後上學，執齊東西上學，擺定書包，麻煩你把書包收起來，這樣就可以了，敲兩下。物理號牙科，進去進去進去坐升降機，快點啦，進去搭升降機。好，所以整牙齿啦，依家五楼，俾职员，俾职员，系啦，嚟嚟 ，go go go， 睇下睇下，好，真系，哇，小帮手有一个土合作嘅大贴纸系嘛，补完牙啦，得得，翻学啦依家 ，OK， 头先姑娘姐姐咧俾咗啲，嗱呢啲大家可以扫 QR code。之後睇下嗰啲 video 刷牙嗰啲咧，俾小朋友睇下 ，capture 大家。好，翻學啦，拜拜。係啊，幾靚喎呢啲衫，我買咗三隻色啊呢個。好啦，依家就係查經時間啦。咁咧 ，Julie 今日翻唔到，同唔到去慶祝九月生日。今日就同阿 Ming 慶祝生日啦。睇下依家去邊度食嘢，之後再影俾大家睇。我嚟查經有嘢食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去食 lunch 啦。靚靚 Ming Ming， 靚靚 Fiona， 又嚟又嚟。前幾日咧中秋舞完火龍，地下都仲有啲，仲有嗰啲閃閃閃嗰啲。我哋而家去大坑食 lunch。嗱，我哋去咗莲花宫西街嗰度嗰间餐厅。哦，呢度 Little Thai Head， 我喺入边。我哋而家去呢间嗰度食，不嬲都系咁地。啱啱中秋节。中秋咧？中秋节就系咁。喂，如果唔系就系中秋，有时咁样挂都几靓，几有特色哦。系啊，平时可能冇。几靓，一楼我系上一楼，一边哦唔系倒影嚟嘅。Upstairs restaurant upstairs， 一楼，我哋去一楼，一楼 ，yeah， tips 啊，一楼 ，tips 啊呢度 ，tips 啊叫呢度，睇下个环境影俾大家睇，好个环境就系咁样，咦，哦有 outdoor 嘅，有露台嘅、哦，啲人喺出面呼吸，呢度都几舒服喎、哦，一楼，咦，但系冇乜人，太系啦，几好喎，感觉上。我同阿 Ming Ming share 咧，我哋嗌咗个蟹肉，同埋嗌咗个 burger share， 我就嗌沙律，佢就嗌 Parma ham， 系啦，正。好啦，试下个包，我嚟祈祷先。试下个包，你有冇点呢个个包？试下个包好唔好食？好脆喎、啊，焗番脆喎、啊。试下唔点嘢想食？咁咪都闻下。好味，好味，好味，好味。点呢个？嗯，橄榄，我系点橄榄，同埋醋。我知。好味，讲个名啊！呢个食过就唔好点翻啦，因为我哋 share， 会食完啦。阿Ming好肚饿，食完啦。咁快食？可以滚过去嘅女啦，系义工课兼顾型女，将个样。好味，好味。上个礼拜又去试下呢个沙。喂，你读啊？我祷告，我俾我自己再加，得唔得？够啊够，啊呢度啊
我自己禱告，再加我幫。試下沙律，我個湯，你呢個係南瓜湯。係我再幫。唔係，佢係個 Parma ham。誒，湯邊位？係啦。得咗。邊個？其實我覺得一日日嗰個係好 OK， 自己都輕散咗嘅。係啊，自己都輕散咗。又我都誒，沙律都好食。唔係，又我覺得自由呢個係叫做有啲輕。係咪啊？又我係啊，又我覺得自由啊，一半。冇錯。因為我啲小朋友翻兒童又誒兒童得自由噶嘛。嗯，好呀。好咪食一食多啲啊！得啊，呢個都好食。小同你。呢個沙律都好食，咦！我都要啲先。係啊，嚟嚟嚟。我 Fiona 幫我落少少黑椒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好食，呢個沙律好食。食咗啦，你試埋個 burger。未嚟啊！我食咗兩啖，你食多啲啫。好。繼續食嘢，繼續食。好唔好食啊？阿明食呢個 Parma ham 加 melon， 好食啊！耶！好，由阿明煮你呢個蟹肉。點樣煮你分咗，你小心个 pan 好热嘅，系啦，我嚟 share， 因为我嚟 share 啲嘢食。嗱，你大嚿啲啊？边嚿大嚿啲啊？呢嚿你食，唔得啊！今次翻肉，你发肉啦！我发肉仲有得，你发肉你大嚿啲。俾阿明笑死啦！我就快，喂咩？全部都系我呢啲啊！生了兩個仔，仲有一發肉，阿明話我太愛佢，實在愛愛死他啦！好啦 ，thank you， 試下先，好，試下先。唔係啊，唔係話你行山啊？好多蟹肉，哦，行山，做乜咁臭啊？好味啊！呢個行山龍蝦汁，龍蝦汁蟹肉，哇，好正呢個，得喎。真的真的真的好好味，大家可以来看这个。嗯，一会我们还有个 burger， 喂，它的口感所有东西都很好，好得好得，这个好美味。哇哇哇哇，好靓啊！翻嗱喺入边系太阳蛋，我最中意嘅太阳蛋。哇，搞唔搞得掂啊，明明？搞唔掂。系咯，食唔晒喎，应该。我试下呢个番薯条先，试下呢个先。呢个番薯条好食，但系佢系想同啲朋友一齐。我自己攞一个，攞一半啊。我先生咁样嘅时候，我都去咗。正啊！试下先。我先去一半。咪咯。好味。试下先，试下。我記得是這樣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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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記得是這樣。好啦，問咗有一半係蟹肉，有一半係蟹柳咁樣嘅，問咗啦，已經尋求咗真相，但係都好食嘅呢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Ming Ming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yeah！ 影張相先，影張相先。好，我又過嚟嘴啖你先，快啲許個願先。祝福求神医治扶持我们的院的我们院的神啊，你都加能赐你耶恩典，大家不要一个接了小帮手放学了，好大头虾妈咪，今天补习老师是不得闲，之后我带了小帮手来补习，怎么知道现在摸门钉之后现在去买些东西，我要买风筒，坏了个风筒，买风筒，买洗头水，寄货之后就去揀相。好，走人。好啦，依家系湾仔呢度丽景酒店啊嘛，呢度丽景酒店。之后咧，我去对面啊，去对面买嗰啲发型用品。呢一间咧平过红磡嗰间啊，即系买啲洗头水。我呢度有 I Love Cake 喎 ，I Love Cake 对面啊，呢间批。
佢即係我上我平時喺屋企用呢一支啊嘛，用呢個就平啲咯，呢一度平過紅磡嗰間咯。咦，唔係靚女，今日係靚仔喎，睇下先，呢個又貴啲咯喎，幾多啊？貴82蚊，980。980，嗰個就800幾。哇，呢個好輕喎，可唔可以插啲風燒下？呢個900幾，邊度㗎？誒，呢啲國內做。國內做？咦，頭先你話哦，反而重嗰個就係意大利做啊？係嘛？嗰個意大利反而500幾蚊咁平咯。睇睇睇，吹下先，吹下先。韓國牌子嘅。哇，好勁喎！好似哇，十號風球咁啊！有冇凍風？有。即係撳住就係凍風。係啦。好啦，我最終買咗個中間。哇！頭先嗰500幾蚊嗰真係好重。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都係國內做嘅，呢、這個係美呢、這個美國牌子啊嘛。美國牌子，國內做。美國牌子係啦，860蚊。我就係買咗呢個護髮素。洗頭水同埋風筒，有冇保養嘅呢、這個？有半年保養。半年 ，OK， 唔該 ，keep 翻張單啊。係，攞仔餅收佢。好好好，唔該。好啦，買完風筒，依家去九龍塘上次小幫手影相嗰度揀相。好，揀完相啦，依家之後就買啲水果食梨啊！依家啲梨，呢、這個天氣食梨好啊，中秋節之後。好，買兩個梨先。23蚊兩個，買兩個梨先，珍寶梨。嗱，揀啲靚嘅啦。買咗兩個梨。買啲牛油果先，小幫手都中意食牛油果，39蚊兩個都大個呢個都幾靚。惠康啲牛油果係靚啲嘅，靚過八佳嘅，我買幾次都係。嗱，買個生啲嘅，買個熟啲同生啲。咁今日食完就可以，呢個可以食噶啦，呢個淋淋地，今日都可以食噶啦，今日聽日都食得，係啦，就買兩個。呢個牌子嘅牛油果 OK 嘅，呢個牌子。有時旺角嗰邊咧。即係肥姐附近嗰啲牛油果嗰個街市啲牛油果都 OK， 好買兩個算啦，買兩個牛油果好冇？牛油果好冇 ？OK， 食 yogurt 有冇嗰只 yogurt 啊？又要揀 yogurt， 唉冇曬嗰只牌，呢、這個呢係咯 Meiji， 誒嗰度有一個係嘛？係有一盒啊，睇下幾時到期，得一盒啫喎，30蚊四盒，但係佢得一盒，冇曬喎，咁奇怪咧。睇下到期啊，幾多號啊？30。9月30係咪？今日10幾可以，但係得一盒啊！一盒幾多錢啊？30蚊四盒，但係佢一盒幾多？睇下先，一盒係冇講嘅，兩盒18，但係佢又冇講一盒幾多，差唔多啦。好啦，買一盒啦，難得有。OK， 擺落嚟啊，擺落嚟。OK，thank you。買唔買豆腐啊？蒸唔蒸豆腐？同埋一個。邊啲啊？吓呢啲好食咩？你下面嗰个要唔要啊？你中意饮呢个？得一盒。嗯、好啦，买两盒豆腐，八福蒸豆腐，10月23都系。好啦，照买啊。买一盒16蚊啦，买翻去听朝煎嚟食，整个荷包蛋。好啦，拣一盒呢、這个。呢啲免治肉嚟啊嘛 ，mince beef 啊。佢话点解啲肉咁丑样？佢咩？佢真系平时唔知道佢觉得呢啲系丑，呢啲系用嗰啲 machine 咧压出嚟嗰啲咧，未变咗 mince 咯 ，mince pork 呢个 mince beef 吓，呢个好丑样，你想要一个啊？54.5，煮番茄咯，冇番茄牛肉咯，好唔好啊？拣个靓少少先，呢个9月21，拣入边嗰啲啊嘛，呢度嗱呢个呢盒9月21 expire， 呢个9月22，梗系拣个耐啲嗰啲啦，呢啲新鲜啲啊，知唔知啊？你要揀入面嗰啲，通常咧超級市場揀入擺入邊嗰啲就係新鮮嘅，知唔知啊？係阿仔冇睇我啲片，佢唔知道。我而家話翻俾你聽，你咪要呢只啊？呢、這個都係9月22，邊盒靚啲啊？你中意呢兩盒？呢兩盒邊盒靚啲啊？因為呢個咯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咁我呢盒啦，好肉酸啊！你覺得？但係佢係好傻呀、啊！呢啲係 mince 嚟噶嘛？擺喂呢邊未剪，擺落個盒，擺落個盒。O、okay, K， 好走，冇番茄喎、哦，如果番茄牛肉，呢个番茄，哦好啊好啊，几多钱啊几多钱啊？18蚊，18.9，番茄牛肉蛋咯，整唔整番茄牛肉蛋啦、啊？吓、啊，拣唔拣？番茄牛肉蛋 ，yes， 18.9，我中意呢个穿咗，好啦唔要啦，咁就系呢个啦。好，番茄牛肉蛋啊 ，OK， 你負責拎住，清住，屋企有蛋，
清住啊，清住啊，唔该，摆落个篮 ，thank you。边俾钱啊？你唔好摆啲淋白白落嗰啲啊。系啦，摆喺呢度，摆喺上面。系啦系啦，兜住先啊，姐姐话，系啦，摆落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俾咗钱啦。OK， 哇好重啊，俾妈咪拎啦，你行出去啦。OK， 等埋妈咪先过马路啊。好啦，小帮手剪头发，我依家去顺丰站寄货俾大家啦，而家。好嘢，寄嘢俾大家。寄完货，摆低咗小帮手去剪头发之后，我去寄货，依家去增值先去 seven。增值完之后翻屋企食饭。叫姐姐整呢个酸枣仁安眠茶先，呢、这个几好饮，少少甜甜地，有啲桑葚喺入边。因为好，姐姐整牛肉，头先小帮手买嗰啲牛肉，之后炒咗椰菜啦，之后牛肉同埋番茄，加只蛋落去 ，add one egg maybe， add egg。嗰啲潮州嗰啲芋蓉月饼真系好正，今日个姊妹拎咗翻去，啲人食唔晒，我就拎咗俾小帮手放学食咗一个。好正，不过用猪油差一定是肥的，但是好好味。哦，这个翻翻热嗰个淮山红萝卜，哎呀，本身这个俾我妈咪喎，拎错咗盒汤出嚟，叫姐姐翻热添。算啦，唔紧要，咁多先。有鸡啦，我唔食饭啦，今日有鸡未食唔晒，琴日个瑞士鸡，之后椰菜同埋呢个头先小帮手买嘅番茄牛肉蛋，哇，咁核突嘅煮得。好肉酸啊，煮得好啦，食饭时间攞一嚿排骨头食下先。Hello， 观众，我唔食饭，我就系食肉，同埋我食嚿多骨噶啦，我就系食肉，食一嚿淮山。诶，俾晒小帮手食啦，饮晒汤啊，小帮手好妈咪冲咗呢个瞓觉安眠茶，都好热啊个汤摊到先。食呢个排骨头咸猪骨喺个汤，摆咗喺冰箱，之前上个礼拜煲。嗯，好明。今天就是吃餸吃菜，之后我想住一间内跑步，看看怎么样。好，半三内跑步，现在七点半，我不跑那么久了，我可能跑半个钟。好，为了陪小帮本陪多些小帮手，我在家拉筋，之后一会跑完回家拉筋，就不在下面拉筋，在那里看看他陪下去。 OK， 走吧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自己攞啦，阿婆。嗱，呢个茶一阵饮啊，好热啊。呢一个酸枣仁安眠茶，我摊冻咗，跑完翻嚟饮。好啦，落到嚟球场，好多靓仔喺度打波，好多小鲜肉喺度打波。报时2024 77跑，现在开始，一阵报时再俾大家睇。77真系仲有23跑，依家系9月10几20啦，努力。今日唔跑咁耐，因為小幫手我要陪佢翻去。依家七點幾，差唔多八點，我可能半個鐘或者45分鐘就翻去嘅。拉咗筋頭先喺屋企，依家即刻可以跑。OK， 跑完啦，跑咗35分鐘，跑咗5290.5K 多少少，平均速6.37，消耗咗266卡路里。77跑報告完畢，78跑再見。回家喝安眠茶，现在8:30了，回去找小帮手，回家先拉筋，回去陪他睡了觉先，之后我先去洗澡，一路在他床边一路跟他聊天，一路拉筋。好了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明天跟妈咪回大陆啊，不想，还没找哪间头料啊，还有两三条片未剪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翻咗嚟饮我嘅酸枣仁安眠茶，因为咧头先咧叫姐姐倒出嚟咧之后咧就摆喺冷气下面嗰度吹，依家好冻，好正，室温咯，又唔系话冰冻嘅。啊，好惊嗬！呢个酸枣仁安眠茶好饮，少少甜甜地，系啦，即系比起美白瘦身
去濕茶咧，美白瘦身去濕茶咧就澀澀地嘅，同埋決明子清腸排毒嗰啲養肝護眼茶都係澀澀地嘅。咁咧，如果想好飲就加啲椰草，因為咧有兩個觀眾WhatsApp 話，即係買咗之後佢話澀澀地喎，係咪咁嘅味？我係。我之前拍片有講過話呢個美白去濕茶同埋決明子係澀澀地嘅，酸酸澀澀咁樣咯，嗰個美白去濕瘦身，咁嗰個決明子咧就澀澀地咁樣嘅，苦口良藥 OK， 但係又小朋友都接受到，咁我相信你哋都會接受到嘅，有益啊嘛。我叫個觀眾你加啲椰棗落去啊，千祈唔好加糖。佢話苦口良藥，好乖，佢識得諗啊，識得諗呢樣嘢。苦口良藥，佢仲要話自己咧，佢唔要啲茶咧，係飲完瘦嘅，因為佢食極唔肥，係咪好羨慕大家？我話你唔好咁樣講，好多人會好嬲你。食極唔肥係幾多人係幾多女士們嘅願望啊？簡直係係咪？好啦，飲完瞓覺，翻嚟換咗件衫，小幫手瞓覺，我費事攝親啲冷氣，換咗件衫，等佢瞓咗我就。沖涼瞓覺，如果快瞓啦你，仲唔瞓嘅你？快啲，我陪多你五分鐘，我就要沖涼啦。媽咪 book 緊啲頭療啊，同婆婆聽日去整完指甲做頭療。唔知食咩好？睇下頭療附近有咩好食先。依家上緊大眾點評嗰度預約先。聽日見啦，真係。聽日見咗幾次，拜拜。好啦，買咗個新風筒，梗係要試用啦，係咪？試用完話俾大家聽，好唔好用？用完個風筒吹頭都 OK 嘅，幾快乾嘢都可以咯。好大風啊，有三個風速，有三個温度俾你校咁樣咯。不過我就用凍風，因為我啲頭髮已經炒曬好寒啦。係啦，話拜拜幾次都未拜拜，今次真係拜拜啦 ，good night， 拜。我忍得好辛苦，依家入 lift， 即刻同大家報告點啊？